你说你那个再喝点南黄卤水吧，今天咱俩全部是干姜好，咋的嘛？全部是干姜好。那那个地质都完全和咋成那么个个的？那是雨的水，你就把底下的再看不到的。因为这个学校闸口，学校这这是裂缝，这在也就全部地它全部裂缝。那个那咱这个口喝的是那黄卤水吧？我这全村有23个水井干枯，这个是最严重。因为他们本身来讲，村上头来领导来检查23个水井，这就是个最严重的。这个水井原来上华子堡都填这个水井的。哎，填就是填华子堡。哎，那年。他们为了搁在的那个他们这边，所以说把我们这里顶起。告诉那个阿姨吧，都。这个全部看的，整体一山。哦，你对他四处这里过什么？他是住在那个吗？这里我就扒开吧的，啊，这不给我就扒吧的。那这个喝的是哪的？那个也下大雨呢，这老百姓这还用路。这还不是那个？这是地里红嘛的，这里呢，他们弄几些是？这里屋子嘛，这里老百姓两个黄石头来看都是俗称的，他在演。他们是的吗？这里他们在那今天就五点我也不记得搞的。五百个。七天雨。五百个的话，七天连着的天。我估计呢。你好人想下来以后，俺在叫你说你就挨打了说。说了就我设计了啊，设计了。下七天雨啥？哦，他何人之力？啊，都下七天雨，我不是。你那个他强度比我重大。我想说，就是那个五月份，那个话下雨那年都七天雨的那几天，他就在那个在就后头个在就闸口的那里，闸口的就是像那个在后头石头这里，给他那里过的，就搁在我去赶忙搁在第二天，我在和老子搁在有车把这里刻的砖，搁在有车把那地基不是这里已经在说弄来了，那里都已经出来了呢，但是整个的呢，已经鼓出了没了。你问你爸爸这个屋是不是？那我只为你保护，我暂时刚才还没经常说起来呢，就是不低的话，不马上就两天，就三天就下来了，就跟着这就来的。五月初几呢？是下。好河人。我们这里住的有四口，有七口人，这里在我们这里住。他们这点平头的，我们这三个。你是哪个村哪个住的？八组。是杨家坪村八组的噻。哦。我们三个是等三个长子住在这过后。你叫么名字？我叫田秀红。哦，好。那天不怎么低，些我估计分子就是雨进来的嘞。那个七天雨咋来？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那个它与这个地质煤矿引起的，它这个一下雨后头，它就完全跌下去，就缩下子嘞，就是嘞。它一跌，它就。我这，他不跌，他就不得怎么往下直接往下躲，这个躲，高头躲怎么高层登不了呢？嗯，躲五层五层根，五层进来溜。嗯，莫怪我，我没时间，那天子你那些东西我忘记了，这叫我们吃吧。我这人不是这个。知道那个风说吗？你说啊，你快去。那这是什么地方？杨家坪村八组。哦，那叫什么名字？李安家。哦。这个风是哪么形成的？这个风是从去年的冬月时期阴历的
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形成的？我认为是因为煤矿引起。哦。嗯。地底下他们有煤矿是吧？有煤矿，我们这是银华煤矿公司，我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皮。所在的矿区。哎，矿区。嗯。幺五零列的有几条缝啊？这是第一条缝。哦，第一条缝一直从顶上列到哪里？一直列到地底下。哦，还有几条缝啊？这是里边那个楼层把它顶住，也裂得有那个从那个窗户。哦，那怎么？这些是层的什么意思啊？这些就是这个领子本来这么拖的，但它垮瓦下来，厉害一回事。嗯。吃嘛，嗯，你就指你这个缝砖，哎，你说那个缝是从楼上直接下来，哎，它就是一条缝吗？嗯，嗯，说一下嘛，啊，这个缝是由于煤矿银华煤矿公司引起的垂直现象的。哦，人已经定的是银华煤矿公司的。银华煤矿公司，我们在八通那头有那个材料嘛，一直找到产生路从坡走往镇上批示的，他一直没到。哦，车缝是什么事引起的？车缝是由去年的冬夜一时期引起的。你就是把王华涛说一回明白，就是王华涛他不搞，你们给我说的那么说的嘛，怕中间我让你真正来搞。你说呢？就说。哎，由于煤矿公司，去年冬夜一时，阴历的冬夜一时期，引起下来。因为下地的因为这个鬼鬼这个事，从这里也开始裂缝，不晓得缝的，是这个桥。